Hello，威廉，这个五月天的那个一颗苹果，F minor 升就变成在这里，B 就变成这里，所以你就用 E minor 的方法，只是它升一个 fret，升两个 fret，你把 cable 加到这里，然后你用 E minor A 来代替 F minor 升和那个 B。然后那个一你就变成要弹那个用低的 shape 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这它有一段就这样，然后它高音的地方你就用 B 嘛呢。用 B 嘛呢。A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弹一遍给你看，其实你就可以跟着他们，跟着这个，你也可以不用一道夹，但是不用一道夹，你可能因为要升 F minor 和那个 B，你可能还不会，所以你现在用这个。再回到哈准备 B minor。